咱们开封博物馆的一块镇馆之宝呢，叫做开封府提名记碑。这块石碑保存完好，字迹清晰，但是唯独有一处名字被人为给抹去了。这处名字的下方呢，两行备注所写的是嘉佑二年三月，龙图阁直学士全知。而这处名字对应史料就是当年开封的包拯包青天。包拯名字被人抹去的史料啊，实际上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。当时包拯呢，做官廉洁公正，百姓在看石碑的时候，往忍不住用手去抚摸他的名字以表怀念，因此时间久了，人多了之后呢，便被深深抹去，成为一处指痕。而这处指痕出现的时间也是非常早，在南宋时期就有史料记载，当时人们写道：开封府提名记，起建隆元年居润，旗下晋王襄王皆在焉，独包孝肃公姓名常为人所指，指痕甚深。那可见包拯的名字并不是今天百姓的这个摸去破坏文物了，而是古人在宋代时期就已经非常怀念追忆，它是千年来啊百姓对清官向往的一块名利汇集的丰碑，虽名不在碑而有口皆碑。而且这块碑呢保存完好，上面字迹特别多，一共是有183任知府，不仅是有包拯这样的清官，也会有蔡京这样的奸佞，这叫千秋功罪，任人评说。这块碑也是我国现存古代提名记碑当中官职最高、姓名最全的，可以不史缺的国宝级文物。